好，那今天是采买的日子，今天是8月23号。为什么要8月23号采买呢？因为我冰箱里的东西没有了。嗯，是不是很好猜呢？那我就带你们看一下，从这边到便利商店要多远。嗯 ，Go。那因为蛮远的哦，所以我要骑脚踏车。带你们看一下这个什么都没有的乡下到底是怎么样子。好，出发。嗯，听得到我讲话吗？应该听得到。好，那我现在就不讲话，一直往前面走。发现吗？一家商店都没有，这就是日本的乡下，就是这么的乡下。对，然后还有很吵的海鸥，它每天早上都会把我吵醒。那还有这一家 Dream， 它是博兴哥，这是李文岛唯一一家博兴哥。那听说之前有两家，但是其中一家倒了，那家倒原因是因为发生火灾。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！北海道最大的便利商店，它就跟 Seven 全家一样，但是它只有在北海道，只有北海道才有的 Seiko 猫，那就不用锁车了，不用锁车哦，这边不用锁车，没有人会偷。那不逼我。好吧，就买这个，就买这个，这个。其实一个拿相机在这边走出去很奇怪。对，所以我很奇怪，我是怪人。然后我想要买那个冰哦，可是那边有人在那边，我不好意思过去拍，我等他走。乒乓区没人了，好，拍拍。那我最喜欢吃这边的冰棒，90块是一般的，起司是120。对，好，我的时薪是1000块，所以买得起。起司2个，牛奶2个，葡萄1个。好，结束这回合。泡面，有时候半夜会肚子饿，所以买个豚骨拉面，嗯，108块。还有我喜欢吃的这个味噌拉面，还有这个最便宜的牛奶148，然后买。那我要结账。我总共买了1600多，买了很多，这么多，嗯，那我要回去了，那回去就不用拍了吧，因为都一样，对，就是这么的人烟稀少，嗯，好了，就这样，拜拜。好，那我已经把这些东西都买回来了，嗯，好，那现在就是冰冰箱，那要怎么冰冰箱呢？第一个步骤就是要把门这个。把这个冰箱门给打开，对，然后还有我还有剩一瓶牛奶，嗯，还有
我还有这两瓶跟牛奶，就这样，所以我已经一无所有了，所以今天才要去采买。有人说香蕉不能冰，但是我就是要冰，但是冰冰棒，冰冰棒在最下面，这些东西都不是我，我已经一无所有，冰好冰满，一二三四，就是剩这些，那这些是可以拿上去放着的，对，那我就把它这些带上去。就结束了，就这样，拜拜。